哦，各位朋友们好，我是丹尼，地表最强系列又来啦。今天要来开箱芋头流心酥，这次又选了四款，分别是大甲丝、阿葱丝、阿基丝、大成食品，还有三桶。到底哪一款才是地表最强的芋头流心酥呢 ？OK， 废话不啰嗦，就跟我一起来品尝一下吧。希望这次不会翻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么按照惯例，我还是准备了我的红茶，这可三样，还有我的工具。好的，我们就先试一款第一款产品吧。第一款我们要吃的是大有食品的流心芋头酥。那这一款糕饼业其实它已经有60年了，然后它的招牌产品是太阳饼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吃过。它是从1955年就创业了，在台湾已经有60年了。它的包装还蛮可爱的。那这一盒是6入装的，那我也是一样买比较小颗的。它里面是长这样子，然后每一颗是独立包装的。那我们就要试一下味道吧。包装来说有点日式风格，我们看一下，那我们再看一下里面的样子吧。哇，看一下里面，爆浆了。我们一起试一下味道吧。口感很绵密，然后它芋头部分不会太甜，流心混在芋头里面的味道非常舒服。哇，我觉得第一款来说很好吃，但是没有说到惊艳的感觉，但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。我记得在2017左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很流行美心流心月饼，也是爆浆口味的。月饼吃起来会比较腻，但这种吃起来就是很顺口，比较不会有这么腻的感觉。好的，我们再来试一下下一款吧。第二个是三桶的，一样是芋头流心酥。三桶汉果子是老婆饼创始第一人，那他也有推出芋头流心酥，所以我就买了他们家的，这个也算是他们的明星商品之一。看一下它包装是长这个样子，把它打开看一下吧。这是9入的，那它里面是3个装的，它是长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开一个来试试看吧。哇，要肥死我喽！ OK， 我们一起切开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吧。这个比大有的好切很多，它是呈现一个比较软的状态，它里面爆香爆得很夸张，感觉这个内馅很新鲜的那种感觉。哇，里面呈现浓厚的爆浆感，画面十足啊！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味道吧。Oh my god， 它的芋头口感里面非常非常扎实，它呈现一个偏软的状态。天哪，路，这味道简直是，小开，有点东西，有点厉害。好了，这是第二位。好的，接下面一位，这一款我们要吃的是阿葱丝，这是一款6入的，但是它盒子特别大，它的全名叫做阿葱丝的糕饼主义，号称是大甲台湾芋头酥之父，算是一个糕饼艺术大师，然后同时也得过很多奖项。那我们接下来打开看看吧，它的外包装是长这个样子。哇，你看它里面，它是要做成是芋头的样子。然后它也是单颗单颗包装的，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子，包装非常漂亮。看一下它单颗装的样子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试试看吧。你看它里面真的是像芋头的样子，而且非常大颗。那其实也叫价钱，其实价位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就要切开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吧。阿松丝这个真的很好看，那里面也是小小爆浆的感觉。那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。它饼皮比较硬一点，它的芋头馅也比较甜，它内馅有带马吉的 Q 感，它里面应该是放了马吉哦，所以有点 QQ 的感觉。我觉得吃起来跟第一家有点相似，但是它的饼皮就是比较硬一点，然后那个内馅比较甜一点，整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。我觉得对于喜欢吃甜一点的人会比较喜欢这一款。OK， 我们就来吃最后一个吧。第四个就是大甲丝啊。那为什么叫大甲丝呢？大甲特产就是芋头，款可以说在芋头流心酥来说是比较出名的，他们也得过很多奖项。它是1990年立翔食品成立的，那算起来算是比较晚一点，但它的名气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大甲地区盛名就是芋头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吃一下吧。它的包装是长这个样子。
那这是一个六路的，那它是官网有卖九个路的，那如果你在其他的门市购买都是这种六路，包装也是很可爱，一个一个单颗装的，所以这四家除了三桶是三个装的，其他都是单颗装的，它的单颗包装是长这样子，那来试一下味道如何吧。哇，它这个爆浆直接流出来，这画面简直太美，不敢直视啊！我觉得他们家可以说是爆浆最厉害的，因为它整个都流出来了。那我们出来试一下味道吧，这感觉真的很流心啊！那我觉得它内馅的部分也是最多的，它的芋头内馅感觉比较硬。但是它流心的部分会比较甜一点，它的芋头内馅更为扎实哦，然后完全不太甜，它主要是靠内馅的流心去带甜味。还是蛮好吃的，那我心中现在目前大概有一个答案了。吃完这四款，我只是可以选出哪一款是地表最强的流心芋头酥了。那其实这四款它们都有独特的特色哦，没有不好吃的。OK， 那这一次地表最强我推荐的是2000 years later， 三桶。那我吃了以上四款，我认为这一款是真的是超级好吃，不管是甜度、口感都是最棒的。那当然其他三家也不错，但是评分大概就是在差不多左右。那我觉得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那我觉得大甲是有让我小小的一点失望，可能我对他的期望太高，所以可能降低了我内心的评分。那三桶的吃起来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，所以我给它地表最强。虽然它的包装是比较不方便的，不能单颗单颗拆开，但是我还是非常推荐。但如果你喜欢其他牌子的，你也可以去品尝一下，因为我认为都各有千秋。不过我内心的地表最强它嘛，还是给三桶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，也欢迎你分享给我。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